如果你刷了这个视频想尝试，结果拍出来人畜不分，表情失控，没关系，嘎宝会出手。一个视频从妆容到拍法，手把手教你拍出这种纸醉金迷氛围感大片。妆容部分三个小心机，首先一定要提亮眼头，有了提亮就会显得我们眼睛很深邃。用一个这种膨胀色腮红打在面中，面部更饱满。最后拿出高光给我捧嗓，颧骨内侧、唇峰、鼻梁、鼻尖都来点儿，别忘了咱们性感的锁骨。拉上窗帘，房间所有灯关掉，打开原相机闪光灯，关闭夜间模式，选择这三个小圈圈，找到鲜暖色，千万不要照狂摇，氛围感没出来，阴茎感出来了。咱们拍前三秒，对准自己晃一下，抓拍即视感就有了。艾特小姐妹，过年一起拍。关注咖咪，别在朋友圈直接分享私藏歌单了。30秒教会你们这种炸裂的泼歌图 P 法，放爆朋友圈，还能挡住杂乱背景哦。下方选项栏点击这个听歌板块，截图备用。打开黑色小软件，选择一张自己的照片当底图，找到贴纸，导入音乐截图，点击智能抠图抠出形状，调整大小，放到合适位置，透明度拉到20，选择擦除，仔细擦出人物部分。手残党也不用怕，直接点击导入图片，选择底图，智能抠图抠出人物，调整大小，放在底图，还可以截图黑箱画面，或者下拉左边截屏面缩图哦。化妆2小时，美美自拍，结果拍出来面色蜡黄，脸又大又歪，毛孔瑕疵，和谐相处。赵露思、易梦玲 live 图自带磨皮效果，张张美到哭。当你有一个拍照博主的闺蜜，30秒就能轻松破解女明星苹果手机 live 不锐化、冷白屏秘密，原相机也能不批直出。点击下方选项栏，长按小太阳把原彩显示关闭，在设置里打开相机，不想脸歪就打开网格，镜像前置镜头还有镜头校正，关闭优先快速拍摄。注意了，保留设置里的曝光调整还有实况也都打开，返回设置，打开照片，把查看完整 HDR 关闭。设置好之后，咱们打开相机，曝光加0.3，色温拉到-30，色调-20，或者把头凑近镜头，长按屏幕锁定曝光之后往后退，也能表变冷白皮。拍好，在编辑里面重新选一张封面，不会自动提亮，补一点自带氛围感。你这个美女不会还没有会拍照的闺蜜吧？那赶紧艾特你的闺蜜，让她也来学。是谁冬天拍照裹得像狗熊，脸大没脖子，头发起静电，乱糟糟，和氛围感美女完全不沾边。注意三个细节，你们也能拍出这种冬季清冷氛围感美照，赞爆朋友圈。你们看我之前漂染头发，发质有多差，舍不得花钱去沙龙，拍照还要 P 2小时，让头发看起来柔顺点。还好我最近挖到的这个私立小红帽益生菌发膜，简直就是干枯毛躁发质救星，是这种油膏质地，一点也不厚重，里面这个红色的是香氛颗粒，淡淡的花果香，桃子味的氛围感美女，这不就来了。洗完头发擦到不滴水，把发膜涂抹均匀，里面有华西生物自研的修护型益生菌，5000万益生菌小分子精华，高渗透力修护咱们受损发芯，发质好的宛如新生，再也不用担心有断发了。还有专利级玻尿酸锁住发丝水分，给发丝高能注水，维持弹性，对抗冬天干燥毛料衣物引起的静电。抹匀之后戴上发帽，它这个遇水自热，帮助精华吸收。看到这个水蒸气没？这不就是蛋白矫正平替吗？等个5到8分钟就可以去洗掉了。很好清洗，吹干之后就是这种柔顺又有光泽的妈生好发质，怎么拍的氛围感拉满。穿搭一定要选这种韩剧偶你都爱的纸片人大衣，再准备一些小道具增加氛围感。拍照咱们可以减少露脸度，拿捏氛围感。关注咖喱，博主视频网感的秘密被我发现了。同样是原相机，博主随手一拍就是妆容精致冷白皮，你花3个小时化妆拍出来还是面黄妆脏，脸歪嘴斜，毫无美感。1分钟照抄作业，普通女生也能 get 明星博主同款兔年网感妆容视频。在设置里打开相机，找到格式，打开这个兼容性最佳，不想脸歪就记得打开网格，镜像前置镜头还有镜头校正，关闭优先快速拍摄，保留设置里的曝光调整和实况照片也都打开，返回设置，打开照片，把查看完整 HDR 关闭，然后就可以自拍啦。接着咱们打开黑色小软件，点击开始创作，导入拍好的视频，选中视频，找到美颜美婷里的美颜，云肤拉到80，减少脸上瑕疵，肤色冷白皮加10，打开智能美型调整面部五官，瘦脸加10，下庭减5，发际线加5，大眼加10，然后选择手动精修，推一下颧骨和太阳穴凹陷。剪映这个一键带妆功能就很适合不会化妆的新手小宝，咱们直接选择套装里的这个白鹿同款的兔年好运妆，参数加15，不用自己画也能 get 女性同款。
看妆容谁不心动？口红、睫毛、眼影这些细节部分就微微调节一下，最后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，分辨率选择 2K 到 4K， 点击导出，博主同款动态美人网感视频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还不赶紧学起来，春节发朋友圈美美过兔年，关注咖喱。网红博主随便一拍，氛围感拉满，精致的毫不费力。闺蜜给你拍100张，还是表情尴尬，动作僵硬。放大一看，发质还毛躁，显邋遢。注意这两点，普通女生也能拍出博主这种精致又好看的照片。精致照片第一步，练好镜头感。他拍时，我们手机角度低于咱们脸的位置的时候，就直接看镜头；手机平视高于咱们的脸，就看手机背后的 logo。不要死死盯着镜头，拍前可以先看周围，拍的时候再去找镜头，这样咱们照片的灵动感就有啦。精致照片第二步。美女的共同点基本都是有一头顺滑头发，拍照真的很显发质好坏，而且头发是最难 P 的，所以咱们平时发质不好的姐妹一定要用发膜养发，欧莱雅黄金发膜，这款发膜就能让我这头稻草回春，在家就能拥有沙龙级体验，正常洗头擦到半干就可以上发膜了。它是这种带不灵不灵细闪的鎏金质地，看着就很贵，看倒杯也不洒，醇厚但是很好抹开，在头发上就是特别绵密滋润的感觉，不黏腻。均匀涂抹开之后，看一个咱们的拍照教程就吸收啦。头发经常漂染就会因为蛋白质流失导致发丝空洞，毛躁易断分叉就找上门了，这里的黄金胜肽就能深入咱们的发丝，增加蛋白质，精准修补空洞。还有这两个好哥们儿，补充丰富营养，深度滋养发丝，吸收完之后头发就是这种肉眼可见的柔顺有光泽，很好冲洗，特别水润，吹干之后头发简直像是绸缎。头发养好了，照片精致感蹭蹭上升，来吧展示。博主美照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，还不赶快叫你的笨蛋闺蜜进来学，关注咖喱。是谁过年好友聚会还在这样拍？80年代全家福，看起来还不太熟，挨个还原美貌，结果 P 到食物都冷掉。年前必看，给你们整理出了聚会合照好看的两个秘诀，速度抄作业。别再呆呆傻傻拍大头照，普普通通没新意。广角镜头，闪光灯打开，闺蜜上下左右错开站，后置拍，脸小还有趣，再也不用争谁拉手机了。手机对准前置镜头，闺蜜高低错落摆好姿势，反向对镜拍，鬼马又俏皮。镜子搬到床旁边，三人床上互扔枕头，一人美美对镜拍，记录每时每刻。手机放在角落录视频，用之前教过的生成截图大法，选取几帧拼一起，氛围感满满。接力 P 图很容易糊成马赛克，咱们直接打开人像美容，导入照片，找到右上角这三个点，选择多人共享修图，复制邀请码给朋友就可以啦，和姐妹一起 P， 快捷又方便，还不会压缩画质， P 完直接保存到自己手机就好啦。爱的过年要见面的瓜娃子们，记得学关注咖喱。闺蜜约会看电影，别再这样拍了，平平无奇炫耀爆米花，尴尬毕业，好像不熟。30秒教你怎么拍出这种电影院氛围感闺蜜合照，艾特笨蛋闺蜜过年一起拍，等待时间别浪费，手机斜45度靠着墙和闺蜜一起疯。闺蜜手机打开前置镜头，放大2倍当前景，套娃来一张，打开闪光灯和笨蛋闺蜜拉拉手互拍拼起来，起身背对闺蜜，打开相机拍幕布，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。关注咖喱。